什么是线性规划呢？若目标函数为线性函数，且可行解区域的边界为直线，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称为线性规划。接着，我们就试着利用线性规划来解决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吧。某汽车公司有 A、B 两家装配厂，组装大小两型的汽车。若 A 厂每小时可组装9辆大型车与3辆小型车， B 厂每小时可组装4辆大型车与8辆小型车。经公司接到客户订单，预订购120辆大型车与120辆小型车。试问，这两家装配厂各工作几小时，才能使所费总工作时数最少？设 A 装配厂工作 X 小时，B 装配厂工作 Y 小时，因为 A 装配厂每小时可以组装9辆大型车，工作 X 小时可组装 9X 辆大型车。B 装配厂每小时可以组装4辆大型车，工作 Y 小时可以组装 4Y 辆大型车。大型车共可组装 9X 加 4Y 辆，要大于等于120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 A 装配厂每小时可以组装3辆小型车，工作 X 小时可以组装 3X 辆小型车。B 装配厂每小时可以组装8辆小型车，工作 Y 小时可以组装 8Y 辆小型车。小型车共可组装 3X 加 8Y 辆，要大于等于120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因为 X 跟 Y 代表时间，所以必须大于等于0。而我们想求总工作时数 PXY 等于 X 加 Y 的最小值。如此一来，就将题目化成求二元一次联立不等式组的可行解区域中目标函数的最小值的问题。接着就可以利用前两支影片学过的平行线法或顶点法来解题。首先画出二元一次联立不等式组的可行解区域，然后画出平行直线系X 加 Y 等于 K， 因为 X 的系数1大于0，且 Y 的系数1大于0，所以越往左下方平移 ，K 值越小。从图中可以观察出，和可行解区域相交的直线当中，通过点8、12，将8、12代入 PXY， 可得 P 8、12等于8加12等于20，因此最小值为20。由此可知，当 A 装配厂工作8小时， B 装配厂工作12小时，有最少总工作时数20小时。为维护贵宾狗的健康，兽医建议主人每天必须从饲料中提供至少500单位的营养素 A， 至少800单位的营养素 B 给他的贵宾狗。这两种营养素可由两种饲料中获得。且知第一种饲料每公克售价3元，并含有12单位的营养素 A， 8单位的营养素 B。 第二种饲料每公克售价2元，并含有5单位的营养素 A， 15单位的营养素 B。 若主人每天使用 X 公克的第一种饲料与 Y 公克的第二种饲料，能符合兽医的建议并使成本最低，请问此时的 XY 值及最低成本为何？某连锁面包企业有 A、B 两座制作面包的烘焙厂及甲、乙两间店面。现知 A 烘焙厂有500个面包， B 烘焙厂有460个面包。今天甲、乙两店面分别需要面包360个及400个，而运费如右表。若现在从 A 烘焙厂运 X 个到甲店面，运 Y 个到乙店面，可使所需运费最少，求 XY 的值及此时所需运费。由题目可知，从 A 烘焙厂运 X 个到甲店面，运 Y 个到乙店面，因为甲店面需要360个面包，所以必须再从 B 烘焙厂运360减 X 个到甲店面。因为乙店面需要400个面包，所以必须再从 B 烘焙厂运400减 Y 个面包到乙店面。A 烘焙厂需运送出 X 加 Y 个面包，
而 A 烘焙厂有500个面包，所以 x 加 y 小于等于500。 B 烘焙厂需运送出括号360-x 加上括号400-y 个面包，而 B 烘焙厂有460个面包，所以括号360-x 加上括号400-y 小于等于460。面包的个数必须是大于等于0的整数，所以 x 大于等于0， y 大于等于0， 360-x 大于等于0， 400-y 大于等于0， xy 为整数。求运费 pxy 等于 5x 加 4y 加上10乘以括号 360-x 加上8乘以括号 400-y 等于负 5x 减 4y 加6800的最小值。将二元一次不等式化简后，可以得到 x 加 y 小于等于 500， x 加 y 大于等于 300， x 大于等于 0， y 大于等于 0， x 小于等于 360， y 小于等于 400， x y 为整数。接着画出联立不等式组的可行解区域，发现可行解区域是一个封闭的多边形，可得顶点为0 400 0 300 300 0360 0 360 140 100 400。因此可以利用顶点法来求其解，将顶点带入 PXY 分别求助其值，如表格所示。有表格可以得知，当 X 等于 360 Y 等于140时，有最少运费4440元。某公司有甲乙两货仓，各储存某原料1000公斤950公斤，该公司接到 AB 两工厂分别需要原料650公斤700公斤，若每公斤运费如右表，则应自各货仓运多少原料至各工厂才能使运费最少，此时的运费为多少元。目标函数为线性函数，且可行解区域的边界为直线，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称为线性规划。利用线性规划解题的步骤：一、根据题意设未知数；二、根据题意将条件限制列出二元一次不等式；三、若条件有 x 大于等于0 y 大于等于0时，需列出 x 大于等于0 y 大于等于0；四、绘制可行解区域；五、使用顶点法或平行线法求解。